今天怎么拍？今天我们挑战转移神秘液体，谁先把神秘液体吹到刻度线的位置，谁就可以吃整份带草莓的食物。另外一个人啊，只能用吸管扎多少吃多少。第一局，甲品先来一盘草莓冰糖葫芦。来，我们这一局挑战100毫升，预备，开始。先用手把鼻口堵住。哦，我哥成功的好快。我们俩的速度不相上下呀、啊！这一局的冠军究竟会花落谁家呢？最后一点了哦！哦，停！这局险胜我哥0.01秒，来吧，我哥只能用吸管扎多少吃多少。接下来看我的表演。哦，啊！这小子鬼点子真多，这都行。哎，起不来。我赌他拿不走这个。行了，放弃吧，放弃吧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干杯！真香！太好吃了！成功实现草莓自由哦。第二局了，奖品来个最近超级火的草莓通天塔。来，这一局我们挑战150毫升，预备，开始。我专心于游戏，完全没发现五哥在我旁边乱搞。自我一脸。真是祸不单行，我哥这是在搞装修吗？我终于还是发现了，当时的我惊呆了，但是还是自己的游戏比较重要。我的妈，我哥这也太怪了吧！我是拍马都赶不上了啊，真的是好不甘心啊！停，我都快满了。下一局可不能让我哥再作弊了，来吧，我只能扎多少吃多少了。看我哥开心的，有点无从下手。为了吃低，再想想办法吧。哦，我可真是太聪明了。接下来请大家看我创造奇迹吧。你们觉得会成功吗？哎呦！干杯！这局咱真不亏呀、啊。嗯，我最爱的小草莓和奶油。真的是太配了啊，真香、啊、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。草莓加上奶油更甜了。行了，剩下慢慢吃吧。最后一局了，来个终极大奖，颜值超高的草莓郁金香蛋糕。来，这一局难度有点高，每个人需要吹200毫升，用两根吸管，预备，开始。我哥又要整些什么？真的是绝了。我哥又开始搞事情了、怎么还来？他真的是好忙啊。依旧还在岛上，不敢相信眼前的场景，疑惑充满了我可爱的小脑袋。不管了，赶紧继续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好气啊，这个人怎么回事？真的是，可别再祸害我。我哥天天竟不干人事。请问我该怎么玩？真的绝了，这辈子都没这么无语过。没水了，看你怎么办吧。搞成半天，结果还是没超过我。更离谱的画面出现了，可怜的我依旧兢兢业业，吹得我都快要缺氧了。我太难了。我哥是尴尬又不失礼貌的笑啊！你忙活半天为了啥？有时候真的搞不懂我哥的操作，来吧，自己扎。这个颜值真的超级高，一个瞎打上，啥也没扎到。看来最后一局我哥没饭吃嘞，好像还有希望。哦，剩下都是我的啦。天哪！哦，哇，有惊喜！中间居然是冰淇淋！哦，再挖一勺给你看一下。哇塞！一定超好吃，冰冰凉凉的，太过瘾了。我哥这个可恶的小偷，还有这种操作，我才不会让他高兴呢！抱着我的蛋糕就跑，剩下带回去慢慢吃。哼。